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、爱分享的恩娜姨。大家听得见吗？外面喊着做核酸了，做核酸了。我这是大早上起来，赶快就得去排队做核酸去。还没吃早点呢，空腹呢，先喝一杯这个菊粉，我沏一杯菊粉喝。要是让做完核酸要出去呢，我出去买点早点回来吃。要是不让出去呢，回来再做吧。150毫升，50度就行了。解锁。空腹把它喝掉。好，排队做核酸去先。今天做核酸的人可多，你看，排的大长队哈。等着吧，抬头望望天，大月亮还有了，还没掉下去了。今天大门敞开了，可以出入了。看看这个小胖海鲜，这今天卖什么？大螃蟹，30一斤的。还有虾，今天的虾怎么卖呀？30一斤，30块钱一斤哈。给我来50块钱的吧。好嘞。嗯，这铁皮虾多少钱呢？20一斤哈。核酸也做完了，去买点早点去。从这儿路过，发现这儿有一个老桥素盒子，新开的，这是烧饼里脊素盒子。问问啊，营业时间6点到13点。啊，请问一下，您这卖素盒子了是吧？啊，对。我看看什么样子，能看一眼吗？韭菜、鸡蛋、虾壳都是。哦，这样的，好，知道了啊，3.5块是吧？对，你。好多网友都问我在哪儿买菜，这趟街就是九江路，这个九江路上好几个小店儿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小店卖菜的，看这大枣和小苹果一样那么大，这个多少钱一斤呢？6块一斤哈，给我来点儿，这大枣真耐人。这个西红柿是10块钱4斤，2.5块一斤，嗯。这一是吃，看这黄瓜多好啊，9.9毛一斤，还真便宜。来根儿，这根顶花带刺儿的，嗯。好了，嗯。3块4毛钱。好嘞，看看这洋白菜也不错。来，姐姐再给我来个洋白菜吧。好嘞。白萝卜1.48块，青萝卜1.48块，大白菜1.98块。菜都买齐了，水果也买齐了。折腾半天，把菜买齐了，早点还没买了，去买点早点去。就得推车呀，不推车我根本就弄不了这么多的东西。大家就都爱问我，那姨你在哪买的菜呀？哈，我呀就在我们家这附近。您看我不是在一个地方买的啊，这买点儿那买点儿，哪家便宜哪家菜新鲜我就去哪家。你看我买的这些东西哈，2-3家，都挺好的，货比三家再买嘛，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这样吗？是吧？谁跟钱有仇啊？省点是点是吧？能买着好的便宜的，为什么要买贵的呢？我这人就爱说实话，谁也不当那个冤大头是吧？哈，有的是时间，退休了干什么去啊？买点菜溜达溜达。你看我有车都不骑，我推着车走还锻炼身体了是吧？把这一圈都转下来，菜也买好了，再买完早点回家吃早点，舒舒服服的一上午过去了，这就是咱们的幸福生活嘛，是吧？哈，就爱吃这家的大果子。老的脆的啊，行，不用太老，我还爱吃那个不太老的啊。给我来一根吧，是1.5块吗？1.5块啊。姐姐给我来一碗嘎巴菜，带走啊。小碗，嗯，小碗就行。嗯，辣的要吗？要，都要。哎，您好。啊，稍等一下啊。4块。好嘞，早点也买完了，上楼吃早点去了啊。就着鲜把这个虾煮出来，进门换好衣服就把虾煮出来了，特别新鲜哈，一会儿我就吃两只。这就是我们天津人人爱吃的嘎巴菜，一会儿再放点小辣椒。
好像给我搁的少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的早餐了。刚才煮的虾，放上两只，切了块黄瓜，一根果子。这一天到晚呢，就是忙活这三顿饭。呵呵，嗯，好长时间没吃嘎巴菜了。嘎巴菜就果子，这是配套的。我图省事儿，我都没拌，直接切根黄瓜。每天呢，就过着这么平淡的生活哈，一日三餐，买菜做饭。如果说这一生要是能够这么平平淡淡的这样过哈，是最幸福的了。但是人没有说这一生总是这样的哈，这么平淡，它肯定有波峰有波谷，是吧？咱们不管遇到高的地方，遇到低的地方，我们都接受就行了，是吧？一点不剩，都吃完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儿了啊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